新加坡航空公司 SIA 建立了一个卓越的品牌故事，以新航女孩 Singapore Girl 这一标志性形象为中心。数十年来，新航女孩一直是新航始终如一地提供优质服务的象征。自1972年引入以来，这一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。新航女孩身穿优雅的蓝色沙龙滑贴 Sarong Kebaya， 体现了传统亚洲美的精髓。她稳重的形象、整洁的发髻、精致的耳饰和细腻的妆容与其他航空公司的代表相区别。通过新航女孩形象策略，新航展示了优雅、专业和热情的风采。乘客因其代表了卓越的服务和真挚的关怀而倍感吸引。新航女孩代表了信任的象征，确保乘客获得非凡且难忘的航空体验。新航的品牌形象策略还展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。通过拥抱来自不同国籍和背景的空乘人员，新航体现了其全球价值观，并庆祝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传统。这种包容的代表形象在全球乘客中引起共鸣，进一步巩固了新航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。通过受人尊敬的新航女孩塑造一个独特、可信赖和亲切的品牌形象，新航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。这一形象不仅代表了卓越的服务，也承认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丰富性。新航与乘客之间的强烈情感纽带，确立了它作为全球最受追捧的航空公司之一的地位。让 SGMP Media 为您娓娓道来企业的品牌故事，将我们精心设计的品牌故事嵌入到您的官方网站中，激励和感动您的用户，提升他们对品牌的认知度。